蓝色、粉色跟绿色，我身上穿蓝色，然后你看绿色，它是那种薄荷绿，好漂亮，好可爱哦。然后还有这个粉色，粉色它也做比较稍微有点饱和的那种，哎，它真的是正粉色哎，我这样看它一下，对，比较饱和那种正粉色，它是正粉，对。然后重点是还配这种红色的字，好好看哦，有没有？它配色都配得好好看。我觉得这三个颜色你们应该会选色障碍了。天哪，你看有人说天哪，这颜色也是不是的很可爱，三个颜色都太可爱了，而且我觉得三个颜色是大家看到你穿都会心情变好的那种感觉。其实它是属于有点宽松的版型，因为你看它袖口也不是做小的，然后它的这个长度，它的长度也是做这样子，就是大家的身形都可以穿的那种。你看这样子长毛感，有点长毛感，很可爱。对，它也是小贝贝。对，它也是小贝贝。然后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厚度，因为我这样子折起来给你们看，它稍微其实有一点厚度的。它的粉色是配红色的字，好犯规的粉。怎么可以？这个颜色太美了，这颜色太可爱了。推一下。太 Q 了，好可爱哦。哎，这很可爱，这感觉好像平常随便乱穿，你穿个睡裤，上面配这一件都可爱，好像无敌，对不对？